我拜托你去找伊好不好？你把我当作是一个人间的传声筒，不过我是一个人，我不是工具，我嘛每分嘛是人呢，我嘛需要人照顾，嘛需要人关心嘛。你全世界不是跟他学学，你敢知？我拜托你去找伊好不好？你这么啉酒醉，你这回忆我这烦恼的。我袂。我这么这人找你，你看到我，你听到我讲话，这么除了你，无人再跟我斗相共，我拜托你，每分我拜托你。 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事，是讲被阿你变来处罚我。那安尼，我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？为什么爱让我看到你啊？美芳，拜托，去找伊，拜托。张佑，总有一天我会甲萱萱讲，你是安怎把我找到的？我哪有？那是你讲啥啊？加起来哦。无啦，你袂替换衫嘞，我袂当。错一下，你就看鬼啊！ 你是要创啥啦？拢啉酒醉啊，搁去传简讯，你创啥？无，无啦，唔是啊。 所以不是啦，我跟美芳，我跟美芳闹可能安怎？我跟伊无安怎啦？这，哎，像传的啦，那传。